别。这是一个美丽的小镇，镇上住着一群小木头人，他们都有共同的名字，叫做威美克人。每个威美克人都长得不一样，有的大鼻子，有的大眼睛，有的个子高，有的个子矮，有的戴帽子，有的穿外套，但是他们全都是同一个师傅雕刻出来的，那是一位名叫伊莱的木匠师傅。小朋友，你看到了吗？小山丘上的那幢房子，木匠师傅伊莱就住在那里。威美克人不上学，也不上班，一整天他们只做一件事儿，那就是互相贴贴纸。一年365天，每天都一样。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两盒贴纸，一盒是金黄色的星星，另外一盒是深灰色的点点。不管在大街或小巷里，他们都会给遇到的人贴贴纸。比如说，漂亮的木头人就会被贴上星星，而油漆脱落、长得不再好看的木头人就会被贴上灰点点。反正啊，只要做了一件好事儿，或者是得到大家喜欢的，身上就会多一颗星星。因此呢，他们每个人都会想要再做点什么，好得到更多的星星。你看，你看，有个人跳过堆高的箱子，就会得到星星。还有人很会唱歌，大家都喜欢，也给他星星贴纸。可是那些什么都不会的人怎么办呢？他们呀，就只有得灰点点的份儿了。当中有一位叫做胖哥的威美克人，虽然叫胖哥，可是他一点也不胖，他也经常想要做一些什么事儿，好让自己能够得到星星贴纸。比如说，他想要跟别人跳得一样高，却总是摔得四脚朝天。一旦他摔下来，其他的人就会围过来为他贴上灰点点。有的时候他摔下来刮伤了自己，别人又会再为他贴上灰色的贴纸。然后他为了解释他为什么会摔倒，讲了一些很可笑的理由，别人啊又会再给他贴上一些灰点。还有一些人只因为看到他身上有很多的灰色贴纸，就会跑过来给他多加几个，根本没有任何的理由。他本来就该被贴很多点点的，大家都这么说。因为他不是个好的木头人。听多了这样的话，胖哥也这么认为了。他觉得，我就不是个好的威美克人。他很少出门，每次出去就会跟很多灰点点的人在一起，这样啊，他才不会觉得自卑。有一天，胖哥遇见了一位威美克女生，她很不一样。他的身上既没有灰点点，也没有星星，就只是个木头。他的名字叫做露西亚。为什么
你的身上没有贴纸呢？因为贴纸在我身上贴不住啊。喜欢露西亚的人想给她星星，但奇怪的是，这一贴星星贴纸就掉下来了。也有些人因为露西亚没有星星，所以瞧不起她。他们想给她贴灰点，但是也贴不住。胖哥心里想，我就是想这样，我也不要任何的记号。所以他便问露西亚，怎么样才能跟她一样呢？很简单啊，我每天都去找伊莱。伊莱？对呀，就是木匠伊莱，我会跟他一起在他的工作室里。为什么？你自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去吧，他就在那个山丘上。露西亚一说完就转身踏着轻快的步伐离开了。但是他肯见我吗？胖哥大喊，不过露西亚并没有听到。那一天胖哥还是回家了。到了晚上，他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威美客人彼此追逐，争相为别人贴贴纸。这是不对的，胖哥自言自语地说。他决定去见木匠师傅伊莱。于是胖哥来到山丘上那间大大的房子，推门一看，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好大呀，连凳子都跟它一样高呢。胖哥得踮起脚尖才看得见工作台的台面。胖哥咽了咽口水，忐忑地说， 我不要待在这里。他转身想走，这个时候他听到有人叫他，胖哥。那个声音低沉又有力，胖哥停下了脚步。胖哥，真高兴见到你，过来让我瞧瞧。胖哥转过身看着那位高大满脸胡子的木匠，问道：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？当然了，你是我造的。木匠伊莱弯下腰，把胖哥抱到工作台上。看见胖哥身上的灰点点，若有所思地说，看来呀，别人给了你一些不好的记号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伊莱师傅，我真的很努力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孩子，你不用解释太多。我不在乎别的威美客人怎么看你。不在乎，我不在乎，你也不应该在乎。不管给你星星或是点点的是谁，他们呢，和你一样，都只是威美客人。他们怎么想，并不重要，胖哥。最重要的是我怎么想。我觉得啊，你很特别。胖哥笑了。我
很特别。为什么我走不快又跳不高，而且我的漆也开始剥落了？你为什么在乎我啊？伊莱师傅把手放在胖哥的小木头肩膀上，缓缓地说：因为你是我制造的，所以我在乎你。胖哥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盯着看，更不要说是把他创造出来的师傅了。胖哥非常感动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一来师傅把脸贴近胖哥，继续说：我是天天都盼着你来呀。我是因为碰到了露西亚，一个没有被贴贴纸的女生。胖哥说：我知道他提过你。那为什么贴纸在他的身上都贴不住呢？伊莱师傅温柔地说：因为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，只有当你在乎贴纸会贴在你身上的时候，贴纸才会粘得住。如果你一点不介意，任何贴纸到你身上就会掉下来的。一来把胖哥从工作台上举起，放到地上。当胖哥走出门的时候，一来对他说：记得你很特别，因为你是我雕刻出来的。我在乎你，其他人怎么想都不重要。胖哥并没有停下脚步，而是一直往门口走去，但是在他心里想着，伊莱师傅说的应该是真的吧。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，一个灰点点从他身上掉下来了。